欢迎回来礼拜一的频道，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就是我觉得今天也差不多了，算是主持起来是蛮累的。我是你的观台的直播主阿明，你是看制作本来没来就感觉乱讲话。对，他今天不在还不关，大家在那边干嘛？好了，欢迎收看 Co-Living 同居时代哈。嘿、hey, ，没错，好久不见。上周一呢播出了一集嘛，不知道大家还喜不喜欢呢？然后上礼拜我们的直播有抽出那个球力包，所以得奖名单也已经公布了，就在那个 Co-Living 同居时代的粉丝团上面，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自己有没有得奖、啊。没错。好了，那就是我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，就你们在上个周末在做什么？因为我看就是好像有人就是都是做一些很健康的活动，像健行或打球之类的，是不是？他吧，谁？我打球是我啦，打球健身是我。没有，其实是这样子，就是上礼拜三我去参加一个活动，然后我就扭到脚了。我扭到脚，在放松的过程中，对对对，在放暑假的时候扭到脚，还在度假，我没有暑假，我没有暑假，对，然后我就扭到脚了，然后但是因为礼拜六固定有打比赛，然后那天感觉复原的大概六成，然后他们缺人就去打了，然后就算是打球兼复健啊，嗯，对，差不多，所以是打篮球，打篮球还有健身，哦，对，所以你是校队的吗？还是？很久以前，很久以前的事情，在美国高中的时候的事情。毕竟他那么高大。放暑假的时候，对，放暑假的时候，现在回来就是那种暑假联盟。像最近我们那个粉丝团上面也会有人留言说，就是下礼拜就要开学，压力好大。然后我就在下面留言说，开学真是太好了。听到你这样说，我突然觉得我工作一切都无所谓了。大家一起下地狱！对，大家一起下地狱！我真的哦，好，我都已经不知道放暑假有什么感觉了。我的妈呀！那子龙这周末在干嘛？我到底在干嘛呢？没有啊，就是我记不起来，我也是不是啊，就是我今天自己都忘了吗？不是吧，就是我平常其实生活就是蛮规律的，我就可能早上会出去忙一些工作的事情，然后我大概中午下午就回，如果有试镜我就去试镜，没有的话我就是开始在家里可以稍微运个动，就是宅一下。我现在偷偷在玩 PS4。所以打游戏、哦，你有打游戏？我打、啊，我 PS 一二三四都有。你是说到现在都还在一二三四的部分？现在剩三个四。现在剩三个四，那你都玩什么？我吗？我最近在玩哦，不正确讲的好吗？好像越来越宅。不会吧？真的吗？我有玩游戏，打游戏很正常吧？没有人比我们宅啊。也是的。嗯，对啊。没有了，也是。来吧，敢讲哎、欸？没有没有。说，很好玩啊，我之前都在玩太空战士啊，十五啊 ，FF 十五啊，那超玩。好，明年要重置了。啊，要重置啊？有一个是七吧，克劳德要重置了。太空战士，你说十五的那个太空战士吗？就可以开跑车啊。就是你玩的那个。我在改车。你是，好。有没有想要说话？但有点害怕 ，PS 爸爸会生气啊。别乱讲话，别乱讲话。很赞啊，游戏666的。对哦，那个其实。蛮舒压的，因为有一阵子我工作实在压力太大，然后我就回去玩，然后就是真的是骑那个鹿行鸟，然后它是因为它实在是画面做太好了，瞬间觉得我自己在放假，我有个放暑假，你也来度假，对对对，但是还是会遇到怪，就有点麻烦那样子。那 Niki 呢？我去打羽毛球，还有打爬象山，爬象山，下山，羽毛是为了拍照吗？哦，没有，这是真的是运动，这是运动，拍美照，运动，刚好这是运动。哦，我还没有爬过象山呢，超累吗？我爬过，因为我的高中就在象山后面啊，真假的？前面什么高中啊？那边有高中、啊？松山加山。哦，对，松山。我的那校歌是什么四兽山下什么之类的。对，四兽啊，确定不是其他兽？不是四角兽，是四兽山下。对，比较多的。好吧。所以你，我想问你的兴趣是爬山吗？因为你好像很常听到你要爬山。就是我喜欢下午茶，然后我也喜欢拍照，我也喜欢踏青，我也喜欢海边，我都喜欢。哦，对，喜欢走出去的感觉、啊。对，都爱。所以不是那种就是耶，然后拍完照就干死了哦，没有。然后我觉得他这样很棒，因为我们认识的某一些人就是为了耶，然后那个相机一关就，可不可以回家？很热哎。但他是真的热爱，就是我。他真的很热爱，我就觉得那很棒，很厉害哎，真心佩服。那你们两个都会打球，为什么没有约一下？
打球？对啊，他打篮球打。对啊，你会打羽毛球？他一定也会打羽球啊。会打。可以约啊，他没有揪我而已。他不揪我啊，我在帮他们就是拉线嘛，就试试看。他不揪我，这还需要你拉吗？我每次看到他打羽球的时候，我都会回，哎、欸，不揪哎、欸。然后他都已读啊，对，没错。一的爱心啊，职业病爱心，结束。好了、啊，那个米娅呢？假日我假日都会去练合唱团。合唱团对合唱合唱团合唱团不是敲钟的真的合唱团干嘛这样、啊？你敲钟哦？才不是嘞！敲钟给你 Q， 那个就是合唱团，是一个有点无聊的人哦，是哦，所以就是那种对，真的真的真的。我开口唱什么歌啊？都练什么歌？最近的话，就是因为要演出，所以最近都在练那个贝多芬第九号交响。还有时间可以演出，就是假日，就是假日。我有个要求，我可以小听一段，因为我蛮有兴趣的。对，我真的蛮有兴趣的。下次吗？下次没有啊，没有下次，没有下次，只是 live 哎，不然你教我怎么发声也是可以。不行，这样这麦会那个爆炸了。不会不会，你不要紧张，全力，但五分不要小看我们的麦，用分的，不要。可以放过我吗？下次，我下次有准备一下的。好，我觉得可以。下礼拜啊，下礼拜，下礼拜，八点嘛。好，观众都记住了。他们在以后就有观众真的记住是贝九。没有，现在观众都记住了，大家都做一个见证。我国中也是合唱团，真的吗？现在大家尬是不是？再说大家尬，我高中参加过合唱团。来啊来啊，那你尬一下，大家一起尬。可能是天主教歌啦。没关系，我们下周大家一起尬。不要不要不要，先不要。我觉得可以，然后下礼拜子龙可以准备试镜的内容。我刚刚其实说，我就是也会去试镜，说就好想知道试镜的人都怎么表演呢？给他个脚本，我真的是觉得很厉害。真的吗？你有去试过？对，这就是重点，就是我有一次去试镜，然后他要我去演出一个就是很坏的女生，我演不出来，我超尴尬的。想说怎么都要来试镜，我为什么要来试镜？所以我觉得很厉害，因为那个小房间关起来就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。好想知道别人都怎么试镜的，而且你要对空气演，对那个相机演，对，哇，很难，很难，真的很难，真的是要专业演员，佩服演员。好了，那就是第一集播出后，大家的粉丝专业或是自己 IG 有那个粉丝有成长吗？有、欸或，或是你们在路上有被认出来吗？有，啊 ，Danny 有被认出来，有，我成长了。快一百个吧 ，IG， 哇，这么早，这么多哎，放纵生活这么厉害，当然了，这暑假很帅，这样的小朋友哎，但在追踪了，大概九成八七都是男生，什么九成八七，九成八七，我成长，别人吗？我说九成八七啊，九成八七，九成八七，九成八七，所以在骂九成的人都是八七，什么逻辑？都是男生居多啦，然后他有私讯你吗？欸、有啊，就是 follow 了之后会私讯这样子。私讯的内容大概是好喜欢约吗？你好帅，你好帅，不是约好帅，不是，就是说他有在看啊，他觉得什么，就觉得这一季不错啊，什么他都会定，什么他都会按小铃铛，他都会就是继续看啊，什么继续支持之类，我就说谢谢。对，然后就是之前在外面，就是跟朋友在外面晃晃。放放松的时候，还有上礼拜去参加，上礼拜去参加别的牌子的球鞋的活动的时候，然后就有跟报名的朋友就网络上可以报名嘛，然后打完的时候他们就跟我合照，然后合完照就说哎、欸。我都有在看同居时代这样子。通常这样讲出来，你会非常的开心吗？他一定会啊。还是你会觉得，是啊，怎么会现在成这样？还有一百多个，没有一百多个，你不要再膨胀，你不要再乱膨胀，没有。没有到非常开心，但就会觉得哦，谢谢，就蛮开心的啦、嗯。没有到非常开心，不会真的不会哇，因为九个人都是八，因为只有一百个、两百个，他就很开心。他就说我觉得蛮爽的啦，就还蛮开心的啦，就是有人跑过来讲这件事情。哦，好棒哦！啊，那子龙呢？我习惯了吧？别被提出，没有，就是他讲出来。遇到吗？是没有遇到，因为我都在宅在家里面。但是、就是、有这么宅到这种地步？我没事做，我真的懒得出去。而且你看有游戏，就不想出去。是啊，是啊。嗯、这一直都在逛街。但是是有人会密我、啊，就是跟我说，哎、欸，你怎么有？原来你有去同居时代啊？
我说对啊，怎么了？他说他们就很都会看麦卡贝的频道，都很喜欢，然后还蛮多人，然后就是有些人也认识皇上，他也跟我说，哦，他偶尔会去皇上的冰店坐一下。我说，哦，那我们什么时候过去？好像公园一样，坐一下，点一碗冰坐一下。皇上的冰店真的不错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虽然我也还没去过。对啊，我真的很想问你。但我还是帮他推广一下嘛。工商时间，帮他推广。皇上的冰店都不错，我们都是在节目里面看到的。我有时候走过路过，我会看一下，就看哦，里面很多人，所以我会错过。因为我都是很在附近工作，工作完我就走过去看一下，哎、欸，他在里面忙，哎，就觉得嗯，很棒，很棒。这样的感觉，但我就还没有机会进去吃，下次我会进去了，下次我们一起去啊，再下次好了。但是不太喜欢吃冰，那 Niki 呢？你有在 IG 上公布就是？好没有。Why？ 因为我觉得很丢脸吗？不是，因为这个我没有跟人家讲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就是我整个想说默默录完，默默结束，我不知道麦卡贝这么红。我们现在在卖卡贝，我喜欢他的真诚，我喜欢他的真诚。下一季要换掉，好好讲话。我怕下一季换掉，下一季被换掉。不是，因为我没有在 follow 这一块的区域，所以我完全不知道。然后，所以我就是想说来体验，然后默默的，然后我都没有跟身边的人讲，所以就再给我一点适应时间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就是很少人知道，就我很好的姐妹知道这样子。我觉得你应该讲一下，我觉得是不错的。嗯，对啊，而且在里面就是这么漂亮，就是一定要讲一下才对。而且普通大家是只能看照片认识你，但是在节目上，他可以很深层知道你是真的喜欢爬山的。哎、欸，对，哎、欸、对，不然我以为他只是就拍爽的，就是拍了就说够了没啊？真的很生气。但是真的爱那项运动，我就觉得我蛮欣赏这样子的。嗯，最热爱自己的工作。那米娅呢？就我弟的那个朋友，他是那个宪明的粉丝，就是他是你们的粉丝。Oh my god！ 然后他就会一直都蛮开心的。真的很喜欢，因为他是真的喜欢他。而且我听说他好像你们的所有节目都有看。然后我昨天昨天晚上才知道。然后他就说他刚好看了一个就是这个节目之后，就突然他就问我弟说：“哎，那个人像那个同居时代那里面其中一个好像是你姐。”然后我弟就说：“就是他，不要怀疑。”然后我想说第一次有这种事情，真的假的？那个是可丽姐吧？不是。但是那你同学用的？哎，没有啦。同学，你这时候脑袋可能比较关心是你，不是关心伤害人。很快认错了吧？我弟看节目就看自己而已。哦，对啊，啊天啊！没有想到偶像就在对，没想到偶像的弟弟居然在他旁边。好害羞哦。但是我想问一下麦卡贝，就是为什么会有回音啊？是我错觉吗？有哎 ，Hello， 有真的有有吗？有回音对不对？我一直觉得耳朵有幻听，我也不懂。应该是导播间。哦哦，吓我一跳！我想说怎么会有回音？啊！抱歉，不要把我卡掉！很害怕。好，就是我们就是上周已经有跟大家说明过，但怕大家不清楚，就我们再讲一次，就是我们直播模式有做一些小小的调整。我们会先看小伙伴们的实境，然后大家分享讨论过后呢，我们再看棚内主持人和来宾的评论啊，啊，跟大家说一下。那大家准备好看第一 part 了吗？还没有准备好，我想要下班。你还没准备好是？没，等一下，你那个看第一 part 的时候，你就跟那边睡一下。我还不被检举。可以休息个20分钟。哎、欸，很赞哎，谁剪的真好，赶快来看。收看《Colin 同居时代》。好，上礼拜第一集播出之后呢，我相信大家应该跟我们都有一样的感觉，就是哎，这一季的发展好像有一点快哦。对，新的纠察队。对，没错，新的纠察队，今天就请到志熙来跟我们一起来看好戏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熙。就是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。你觉得谁不对劲，你就说他。或者谁很白目，我也说他。就说他。对。或者是谁是你的菜，你也可以直接讲。对，我也要加入。现在住进去来不及，但你下一季可以。Danny 是对面的。对，所以好，已经有了。你不要。先讲，我们要看会不会抢菜啊！那现在姐姐很好，哎，对对，如果你真的跟他抢到同一道菜，他会分你吃一口，都一起来了。对，所以呢，今天还会有一些新的 surprise。嗯，赶快想起来，给想起来。
霞姐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诱惑。就是呢，我会进去一起。啊！太霞了吧！太霞了！哇，你喜欢一起？就喜欢大家一起，是不是？霞姐，你看她的身材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能。今天这一集应该想说，一开始就会让你闻到满满的荷尔蒙。好精彩啊！你不是很开心？精彩，暴动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一集是我的菜。好，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今天充满费洛蒙的一集。哦。也许是你的侧面。也许是你的笑脸，突然喜欢多点遇见，聊聊天，给我多一点时间，若是还想念，这不叫变，也不假装讨厌，飘着倦意的季节，这次多了甜蜜感觉。眼镜感觉自己都变聪明了。啊，有吗？有啊。不然是想是你知道的还是什么？会写日记吗？重要的事情才会写。真的吗？嗯。那今天可以学你那个写诺言。不要。人生大事。是不是？所以改变你的人。我问你说，你有没有收到我那个快递过去一套篮球服，想说找大家出来打个球。我记得你是国手是吧？但我是打冰球啊，篮球以前有打过了。过我们就直接球场碰。好，我们这样直接球场见，拜拜。啧啧。哎呦，啧啧。哎呦，哎呦，哇塞，哇塞，哇塞。在演艺圈很少找到可以让我站在他旁边看起来还很娇小。想到篮球就会想到我。对啊，表示你就是一个懂篮球的人。欸，但你上次打的是什么时候？上次打大概就你想一下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你的九个月以前吧？九个月以前。九个月。你上次打冰球是什么时候？上次打冰球，想很久啊。也许我的体能没有像以前那么的好啊。你以前已经没有很好了，不是？你可以说出这句话，表示你真的懂篮球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技术应该是 OK 啦。反正我们今天又不是说要就是要又要打。对，一群男生嘛，出来打球运动聊聊天这样。男生们的聚会。哎，等一下，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哦。哎，车坐不坐得下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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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其实我是很 OK 的。OK 了。Let's go。喂喂 ，Danny。嗯，我是孟哲。啊，孟哲。哎，要不要来打个篮球？好，可以啊。那我过去载你。我要给你地址吗？还是？等一下传地址给我，我现在就先往小巨蛋的方向开。好，那我要穿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很贴心的，我有帮你们准备了衣服。真的假的？那等一下要换的。对，等一下再换，等一下再换就可以。OK。好，我就穿跟球鞋。OK， 好，对。好 ，OK， 好，拜拜。拜拜。他算是一个相当实事求是的人，
问题很多，对，一直在问，先那要搞清楚状况，对，所有状况要一次要搞清楚，对，这样子很好，但是稍显啰嗦。你又不是要跟他在一起，你管他那么多干？你知道每一季刚开始那个心态，就说算有一点点那种偷窥欲的那种感觉，有一点，很想知道，哇塞，他们到底在干嘛？然后为什么他这样子？哎，哇塞，他出招了！然后另外一个怎么回应？对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，只有人都有。哎，孟哥 ，Hello， 介绍一下这位。Danny， 然后哈校园，校园哥，哈校这边。喂，我啦，我 Danny。哎，我们现在上车去接你们，再下来的话会浪费太多时间，所以你跟子龙坐计程车，我们直接球场碰面。你就先在那个群组吗？对，你叫 Danny。我就是 Danny。因为 Danny 在你旁边吗？我就是 Danny。你是 Danny， 咖啡啊。我就是 Danny。那就写在群组啊，我不知道你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娘。你才娘，你全家都娘。阿哥，悠悠，你要是打篮球，对，我加衣服。哎，又打，再加你钥匙，加。哎，欢迎回来。好，现在竟然大家都已经到了，好。你干嘛？你为什么一直坐在你旁边？你干嘛？不是你为什么已经满头大汗了？因为我刚刚稍微大概投了，暖身了一下，12个篮，我就差不多是这样子，体能差不多也到了一个临界点。我们都还没开始呢，真的很累、啊。你真的满身汗，你好久没打球了。分队怎么分？不然这样子啊，你们一组，我们大家就是秀球，进的一组。好，可以。临界一组，可以。这样好。臭。有。这组看起来有点强哎，我们有进，所以我们的球嘛。好，那不然好，三分球也算一分啦，就正常好像。要不要说一下规则？因为我都不知道规则啊。规则就是我不知道规则，打篮球没进的话。OK， 我大概知道凯杰的意思。你先看清楚哦，你跟我还有 Danny 一队。对，规则就是如果说你真的不小心抢到篮板，赶快传出来给我。OK， 这个我可以。OK 啊，好，没问题，就这样。我们这队要讨论一下战略。谁要负责哈校园？凯杰给我好了，凯杰给你是不是。我是有想要跟钱国走手手看看，因为你之前是打中锋，我之前就是随便打，打公园的，那公园有打特别板，有啊，好，交给你了 ，OK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有战略的，那很久哎，完蛋了，这边。上！等一下，你直接帮我抢墙。凯杰，小孟哲。耶！不重要，打球吗？我球了。篮板。哦。这投了，投了。太好笑了。啊！准备。不会吧？我看你的外线也是平平吧。15，平平。哇！没有对不对？没有。对，你们这种轻强度不行。对，不能那么轻易传，太弱了，必须要用一点上台。再到。喂，感觉投篮下。哎。哎，可以回去，可以回去。好，来吧。好球，我们的。好球。下一次抓起来就好。不要往外传。我想不到先传的竟然是你。很累。哇，这边已经凯杰被重重包夹了。
赶紧出来。哎呦，哎，怎么了？好球！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好球！都给你，都给你，都给你！哦，好球，这不行！哎，好球，开点，好球！他刚只是垫脚，没有跳。哎，好球！再一个，再一个。Yes。好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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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觉。哎，干他！啊，等一下。算是我还没有出现吧，没有回没力啦，你们的球啊，还是三比一啦，是这样算吗？好希望那颗是我们进的，你应该是你完整把球抓到的话才算哦。好了，算你们三比二好不好？三比二，三比二，不要不要，没关系，有志气的不要，有志气，三一三一三一，最喜欢你们这些有志气打篮球的人。我说哎 ，nice， 跳高了，吓到我。哎，好球！再来，好球！哎呦，哎呦，太高了，真的跳好高哦！好，再过来，好，再过来，哎，只要，啊，哎，好球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凯杰好球，拿球，转打，哎，只要，啊，稍微，喂。手好强啊！我以为夏雨哥已经跑进去了，结果直接可以摸得到，好扯，好恐怖！来，后起一个！哎呦，注意哦！好球！夏雨哥习惯成功 ，Good help！ 打！好球！好 ！Yes！ 开放 ！Yeah！哎呀，太扯了！年度最佳防守球员，真的。哦，哇，真的好高哦！他的防守范围真的好长哦。对啊，四比三，完蛋了，感觉他们在让。我们在让，我们累了，看不出来吗？好球！给我！里面，给我！别给他。完了，帅气了，好帅，有外线又有内线，真的，还好我跟 Danny 对方王牌还没出，在这边，王牌在这边，王牌来了，啊，王牌，大间谍，王牌大间谍，王牌，好球，快来对决，哎，好了，漂亮了，注意，阿炳，林总 ，Come on， 改变 defense， 第二。好，你准备太快了吧！马上说好，吃东西可以，对，这是吃东西，谢谢。干怎么这么痛啊？我的妈！麦克 gay 啊！哦耶，吃东西！哇，天哪，我好饿哦！哇，太累了。哎，奇怪，进食时间到。其实我们没有打很久啊，我们其实差一场，没有吗？六分，我觉得我们打得刚刚好。但我觉得很累，而且你我膝盖好痛哦，屁啦，膝盖真的好痛，传球传到膝盖痛。其实我觉得看他们这样子住在一起。真的勾起以前打球的时候，大家住在一起的那个回忆。对，但以前打球唯一可惜的就是宿舍没有女生，这是重点。哦，可以不打球，但宿舍要有女生。可以，你们这样好开心哦，好玩哦。昨天回来，那你都在聊什么？我们三个感情还蛮好的，很好。但是凯爷消失了10分钟。哎呦，
他去哪里？他自己说了，我去上厕所啊。是吗？不是吧？像怪怪的哦。是吧？我去哪里啊？聊天室啊。干嘛不要？干嘛要开始害我？哇塞，你这么急哦！我刚 Q 半天，聊天不是吗？聊天，你不要乱了。所以说你跟谁？跟谁？哎，我自己承认，自己承认。猜一个，自己猜。那你们自己猜，你们第二题不要这样，好不好？借机用人有借机用人吗？还是要忍住，忍不住了。还有忍住吗？还有忍住，完全忍不住。上厕所还忍不住啊！真的。Oscar 就是在旁边就打电脑啊，过去那边找他聊一下。哦，你们自己有聊到这三个女生吗？有吗？一定有，多少一定有，男生一定有。好，我觉得 Mia 跟 Nikki 比较好聊，暂时聊下来，因为就比较有可以聊的话。这两杯啤酒的交流，里面是啤酒的。哦，所以我们就倒进去嘛。对，好，真的是拿铁，好特别，酷，好酷。第一天的印象是觉得 Oscar 他是比较外放，我比较喜欢那种比较活泼女生。对，但是第二天我觉得他的外放已经超过我能 handle 的程度，所以你比较难 hold 得住。对，然后后来就发现 Nikki 比较好聊，因为 Nikki 第一天其实刚遇到有点怕怕，因为他的外表会有点距离感。那你第二天有再跟他多聊一点吗？没有哎，因为其实我本身会还是会有点害羞，我是我说真的，跟漂亮的女生聊天会有点害羞。那你昨天那十分钟你有害羞吗？他是让害羞，十分钟很害羞，很害羞。感觉他的个性比较适合他。然后 Nikki 昨天有说他喜欢，好像外形那样很重要之类的。先说外形，外形很重要，有点重要那种。上菜哦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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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新加坡咸蛋黄的薯条，是的，我们都是赞助的，我是你的啤酒。哎，谢谢。这两杯是招待你们的。哇，这个黑啤酒就是刚刚你喝到的冰块做的那个，它是在浓度在10.5度，哇，蛮有特色的。然后这一支呢，它是带点百香果风味，你们试试看。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 ，Cheers，Cheers， 耶！我很久没有这样，就都男生出来，真的，都跟女生哦，都是女生，对啊。羡慕，对啊，这是炫耀文吗？天哪！可是说实在，你的大部分你的朋友是比较好的朋友是女生还是男生？男生啊，当然是男生，都是男生，都是男生。我比较好的朋友都比较多是女生的，这很炫耀文吧？炫耀文，这很炫耀文。因为感觉女生比较多话可以，好像很少女生谈心的。嗯，哎，海鲜一起吃啊！我好像不能吃，他不能吃，他不能吃，会过敏是吗？对，会过敏，我会整个人肿的跟猪一样。哎，你是在骂我？哪敢？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，对了对了，有人喜欢户外的吗？我户外，户外的，应该所有人户外活动，对对啊，户外活动，户外有分什么？户外的，你说野什么吗？露营啊，野什么的，不然你想到哪一种？没有啦，我只是说，大家可以到户外，那户外去露营。哦，露营是真的搭帐篷那种，真的假的？不是那种到别的饭店然后住一天的那种，可以搭帐篷聊天。对啊，露营很酷哎，我一直很想露营。我也没露过营啊，你也没露过营？真的吗？美国没露过营，我们都住 Airbnb 啊。哦，可是那种玩法就不一样啊。美国人不是很喜欢露营吗？但是对啊，我们都是限当天来回那一种。哦，现在好像很多的。对，所以感觉那一天都要靠你了。好，没问题，这件事你的加分。时间，然后每天都加分了啊！每天都加分，记得要锁门哦。保全那个 app， 对对，下载一个那中保无限加的 app。嗯，好，现在祝你们开心，然后你们接下来的27天可以开心，真的真的，对啊，祝你们玩得很愉快，祝你们玩得开心，露营愉快。哎，刚刚那一局的饭局真的是大家都很敏感哎，大家的玻璃很容易心碎。对，而且其实里面其实很多料在里面，就像我们的 Danny， 他其实爆了别的两个，他后来也被人家呛回去。你有什么话想说的吗？没有啦，就是哪一个部分？我觉得爆人家料的部分好了。爆你说怎么都跟女生出去吃饭之类的吗？不是什么十分钟之类的。哦，十分钟，我其实有点忘记我讲什么了，但是反正一定是我当下看到凯杰在跟某个女生聊天，一定是这样子。好的，所以是我们这一集总算要有恋情了吗？恋情可能会发生了，有恋情可能会发生了，而且还蛮快的，这次大家就是加紧脚步。
有一点意外，就是大家一开始就可以直接讲说谁比较好聊，谁比较好聊，就表示说其实在前三天，因为他刚才说27天嘛，所以他们只相处了三天，可是他们就可以明显很快就可以感受到谁比较好聊这件事，我觉得蛮意外的，就表示说其实他们这三天他们是没有在跟你客气，一直很认真的在热络，嗯，就还蛮好的，因为。你知道，因为你录过第一季，你看得出来大家就是很有包袱。对。可是我觉得第二季就是可能你们来的时候，你们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，有一种 OK OK， 反正就是进去开放到底，就是好玩到底。赶快挑一个适合的。是没有到适婚年龄，有那么需要吗？是不是受不了？好了，那刚刚那个子荣就是在第一前面那一段的时候有说，就戴眼镜会让你变聪明。你的衣服都没换、欸。等你今天我会吓到哎、欸，我会吓到哎、欸，奇怪，就是哎呀、欸，真的长一样哎、欸。你不要吓到啊！衣服就那几套、啊我。我今天这一集，我只有出现在前面。啊、那刚刚打球你没有？有啊，你有得一分啊！我有看到，你有得一分。哦，你在打球。我明明刚刚都是你。哪有？我打球的时候拼命找不到我、欸。有啦，就是你没进的那一下，就是是很崩溃的，在球场上崩溃。有啊，脏话那一下蛮明显。上帝。那一下没有，我只是说尬的这样。OK。他们在约打球的时候，你在看什么书啊？我在看，因为我们家里有书，然后我就边吃东西。哦、oh. 嗯，那本书好像是说做人不能太好，然后我就嗯，哎呦、啊、不能吗？然后我就看一下，就是这样。那你的确是蛮贯彻始终的啦。怎么样？做人怎么又有料了？是不是？我们牛肉是又有料了？是不是？哎、欸，看一下。好，那 Danny 就是你在那个他们就问你说要打球的时候，你其实问了蛮多问题，你是怕被卖掉还是怎样？你想要，你是很喜欢厘清所有问题的那种人。对，我是就是想要先搞清楚状况，我们先到干嘛？因为关于打球这件事情，如果是打别的球，我就随便了，就没有装备什么。但打篮球我还是有啦，就想说，哎，球衣球裤要不要带啊？然后球鞋也蛮重要的，所以这一点我会想要哎搞清楚需不需要这样子。嗯，好啊，其实我看得出来，就是那场球赛里面真的会打的，会打有在打篮球，就是三个人。就我们、不好意思，没有你，不想得罪你，但我心里一直想说，对，真敢讲、欸，我觉得很正常啊，这正常吧？一看就看得出来，就 Danny 和皇上还有那个小哈哥有在打，其他就是他们的球类不是球，所以你也得罪了另外一位喽。哎、欸，目前现在他是冰球国手，他不是篮球国手，冰球我也不敢跟他打、啊。他是前年，对啊，对啊，就看得出来了。对，但你也不是你得一分，当然我是关键型球员，就是该进的时候才会进球，平常不想进。那 Danny， 你那天是打得很放松，我看得出来你打得很放松，真的是放松、啊。而且你基本上不太敢，就是真的认真打。对，第一，我们的身材是太占优势了啦。我跟小花哥是真的，他们那队超扯的，分队是剪刀石头布分，这是秀球，不是秀球决定的，进的一队没进的一队。Okay. 对，然后可是。但是马凯杰算是比较不会打的，所以还算平均。嗯，但是我们就身材比较优势啊，然后就也没有需要太认真去碰撞这件事情。哦，对，所以就放松的打。放假嘛，就是放。那我想问问看，两位女生，就是像他们现在有这样的篮球啊，还有 Men's Talk， 你们也会羡慕他们这样的行程吗？好像还好，好累，我想到了，不是啊，跟校友打球，什么睡衣枕头帐之类的、啊，然后在一个女生，听起来很无聊。哎，不要这样子，还我的女生粉丝们可是一直叫我办呢，没看到那时候还不熟啊，对啊，啊，还不熟，很怪。原来那他们打球，你们看他们打球有加分吗？就是 Danny 那么打那么好，英姿哎。好吧，没有他这个笑有点尴尬，不失礼。好，要现场看。看那个爱心，那个好像还好。你比爱心是嗯，遮住什么意思？什么 yes 啊？什么意思？好的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二段，因为刚刚我们已经看完完整的球赛，看棚内的，我们应该看棚内的状况。Let's go， 好吧 ，Let's go。好帅，好帅哦！男生都会打篮球吗？其实不一定，应该讲说基本的规则略规则懂，但是你说会不会打又是一回事。可是会打篮球男生真的很加分，真的。对，我觉得你们刚每一个都超帅，突然间帅起来。我觉得刚那一段 Danny 有大大加分，有。刚那一段就只有 Danny、孟哲哥跟皇上，其他我都看不到。子龙刚在挑对手，因为他们说凯杰是最烂的，然后子龙说。交给我，打扣分嘞，挑软的，对，挑软不想打，而且子龙感觉在沿路的过程中一直在耍帅，
他的上篮就是很帅、很花招，但都没有进。对啊，走花俏路线。对，但皇上真的很帅。哎，我对你就是刚不想看哎，怎么了？原本觉得还好，但一看完那个，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专场，那就正好啊。再说一次，什么意思？给你是不是？什么啊？不是啊。哎，我想问个问题，他们是一对吗？我刚刚怎么有点在吃醋的感觉？没有，没有，他们还是有一点。这个不好说，说来话好长哦。真的有点长，有一季这么长。会不会你们两个也就会有在私底下讲一些话处啊？有吗？有那种消失十分钟的那种例子？没有，我们直接都两个小时。去看啊！哇，你好强哦，两小时。哇！但是那个谁，我发现年纪真的有。凯姐都没在动啊。一点话，我一度以为他没来，你们都忘了他四十啊？他四十了。对啊，是他们说什么开玩笑一样的反应。真的吗？但是你这个开心的程度好像是你的菜的感觉。没有，怎么会呢？他喜欢年纪大的。我喜欢有点微大叔，对，就是外表好好的，但年纪大一点可以。喜欢被照顾，对，喜欢被照顾，喜欢有经验的。多了多了。他笑虽然尴尬，但还是点头。对。那次我们算也帅到了，有哎，你好厉害，真的。我觉得男生不管只要打球就帅起来。不过像我们刚刚打完球之后，后来去那个餐厅啊，其实我觉得大家较劲的意味还是很重。我觉得他们每个人已经把喜欢的类型刚刚都有选出来。嗯，他不是 Danny 说谁比较好聊？米娅跟 Niki， 然后子龙就是 Niki。然后凯杰就是跟那个戒指用人消失十分钟，对，十分钟。不过他一被问，真的整个脸都红起来。对，他原本还不想说，对啊，就是去上厕所。而且刚好是凯杰自己去想要去找他的。啊，对，他对他在用电脑。对，而且我记得好像我们刚刚有一幕拍到他 Oscar 确实在用电脑，然后。他就只是躺在旁边，听音乐。我觉得这个画面真的很自然，就很像在一起已经有一阵子的情侣，他们就是在家里啊，你做你的事，真的在同居一样。是不是才第三天？进度真的太快了。他们两个走的其实就只是一个速食爱情。可是这样对，就是两个人都想好，就是我也没有真的要认真，就是 for fun。对，两个啊，会不会？所以才会这么快啊？我觉得有可能，会不会两个想法都比较开放？因为一个外国人，对啊。但我们聊到这里，会不会米娅有一点吃醋，就觉得我们为什么大家没有人讨论？米娅就是讨厌 Niki， 为什么？没有啊，开玩笑。只是他一些小小的这个眼神跟表情，没有被吓到。但是好像唯一提到米娅的只有 Danny， 其他都没有提到米娅。我觉得子龙他的目标算是非常的明确，对，他的眼里就现在就这样聚焦的。对，但我觉得米娅其实也蛮耐看的哎。我觉得他而且又能聊。我刚原本要讲说他属于要相处一下才会知道好，但我想这讲说好像没有称赞到。我觉得米娅个性也是蛮有距离感。哎，有些人相处以后你发现他好，总比那种相处以后就哦。对。感觉大家慢慢的相处之后，好像对第一印象开始有一些改观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呢，赶快再来看一下，到底打完球，然后呢，我们大家聊了一个晚上之后，到底会不会又有其他事情的发展？你好，我是中保无限家安全守护者，让我来为你介绍同居时代夏季篇四周环境的智慧防护。保全顾名思义就是保你周全，让你安心。有些我们很擅长，不过有些我们也没办法。比如智慧电子锁、防盗侦测器，加上24小时的影像监控，帮你把盗贼、小偷、暴龙、暴露狂、怪叔叔都隔绝在外。不过，如果对方的专长是偷心，那就不是我们的职责范围喽。每天我们进进出出、开开关关、柴米油盐，有所意外也在所难免。不过不用担心，我们有办法将灾害减到最低。我们的专长是防灾、防火、防水、防地震。不过主意太烂所带来的灾难，连我们也防不胜防。中保无限家提供智慧宅服务，就好像有一名隐形管家随时服侍你。人工智慧依照时间自动开关电灯，真的不是我要当电灯泡。
好空气带来好心情、好健康、好幸运。人工智慧依据空气品质来开启空气清净。就是好朋友。什么好朋友？那我跟谁是好朋友？我跟大家都好朋友啊，怎么样？你可以不要那么不讲理嘛！不要碰我。不过，正如你所见，有些凝结的空气，恐怕连我们都无法招架。你好，我是中保无限家安全守护者，居家大小事给你不离线的安全感。防小偷找我们，但是打蟑螂请靠自己哦。我们是你的24小时贴心护卫，但是要谈心还是找自己男友吧。中保无限家360度无死角，让你更恋家。我跟你讲，刚刚我们在看这个中保无限家守护你的家这一段的时候，我们这个第二届小伙伴笑得非常的开心。此时此刻，我只想说，不要太开心。第三季的中保无限家就由你们来帮忙了。再笑嘛，第三季就换你们拍了。第三季就看谁头比较大哦。我们就会头会一直被放大两三次，完全就是在恶整那个人。而且重点是这一次皇上，我们完全没有讨论棚内聊天的事情。我现在想，我慢慢来，中保无限家吸引走了，自爆。他那个自怒太过分了。好烦啊！你先说你要说啥？你这样一笑我也忘了我要讲啥。你先讲完吧你。不是因为实在太好笑，因为他们真的可以，就是你知道，第一季住完了这个小公寓之后，还可以在第二季的房子里面趁大家都不在的时候放闪，然后拍广告，我就觉得是一件很爽的事情。是啊，就是真的真的签约的时候要三思而后行，不然就会拍中保无限家的广告。我觉得不错啊，就是至少演出的机会就是很棒。而且重点是他的声音听起来完全不像是现场，像后配的，超级像后配，所以他是最后配的，好厉害。对，我还以为是他现场的那个声音哎。对，是后配，因为后配，因为有点嘴有点对不上。哦，就像你的嘴跟不上你的脑是一样的。哦，了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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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觉得他们好了，我们回归正题啊，我们回归正题啊。好的好的。跟你，因为在那个讨论之中啊，罗拉一直有提到你，那是你有什么看法吗？你觉得罗拉姐 OK 吗？你怎么还在配对这一招啊？到底不是因为这是本上写的吗？不然我不讲，你等一下我不讲，外面要骂我，在新家要骂我，都不要录嘛。我觉得后面就会举牌说、OK 啊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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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子。OK 啊 ，OK 啊 ，OK 啊 ，OK 啊，就是相处。他的脸好红哦。那你有追踪他 IG 了吗？有、啊。那你有私讯过他了吗？有聊有聊过有聊过啊，可以来放暑假的。我跟你讲，第三季就换他跟罗拉坐在那边，然后坐在那边然后聊天。然后皇上的头都被 key 到旁边的 QQ， 没有皇上就还在接业配，我在工作，你在把妹，是不是？那子荣就是不会打篮球这件事情，大家讨论的时候会觉得很糗吗？不会啊，我就是我关键型球员啊，该进才进啊。平常就是耍耍帅这个样子，没有啊。就大家其实你耍帅，大家都有看到，就是说你走出来都是在耍帅。可是我超级认真哎，我是蛮常跑，只是我想到，哎，我跑了那么久，好像没有我都没有剪进去。对对对对，他就是那种动作一百。然后领啊，对之类的之类的，后面我就不好意思。没有，我是蛮老实吧，就大家就选人，我就那凯杰给我，我总不可能说哦，小颖哥给我这样。对，的确啦，的确的确。欸、他们这一队很可怕哎、欸！是啊，如果我面对他们那一队，我也不知道我要守谁啊。我一定也是飞你校园跟那个马凯杰，我一定也是挑凯杰。但你们全部都在包假人马凯杰啊！我们包不住你啊，我们包不住你们，太可怕了，也挺大只。那我在看，就是大家在讨论，就是 Niki 啊什么，那 Mia 会觉得真的自己被忽略吗？没有啊，其实我跟 Niki 还蛮好的。对啊，是吗？所以就是是吗？是嗎好，所以他们误会了，他们真的误会了。我们两个其实蛮尝试一下会聊天这样。啊、嗯，我现在看起来感觉也是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火花，是就是感觉就是什么火花，就是吵架的火花，是没有那個 okay. 那个奇怪的气氛，就是感觉真的是两个好姐妹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误会啊，但还是要看到最后啊，说不定之中会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，像两个人可能都不小心喜欢上了子龙之类的。你说 Danny 跟凯杰吗？Danny 跟凯杰说。其实我觉得子龙蛮好的，他耍帅的时候，就算球没有进，我还是觉得他好帅，而且他很漂亮。他这边看书，戴着眼镜，看起来好聪明啊！我觉得很有趣。
好了好了，那我们直接进这一趴要进广告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好，那我们就进一下广告，我们等下待会回来哎。棒球季回来了，中时三十麦卡贝场场直播，场场精彩，锁定麦卡贝，让你无时无刻都可以看棒球，爱。